土不白瓷器气味平，无毒主治鼻血不止，用定州白瓷细末吹少剂入鼻，血痢止，吐血不止，用上等白瓷研末二钱，皂荚子仁煎汤送下。三腹急欲，小便淋痛，用针定白瓷，断过，研末二两，生熟地黄末各一两，每服二钱，木通煎汤送下，木生一磨，用细料白瓷中一个，放入大火中断过，研末，只筛筛过后，只留筛下极细的粉子，加雄黄二分共为末，早晚各点少剂，不可多用，能用牛角簪拨出一磨最好，如眼发红，可将人退，头发，末点眼角极欲，身上和脸上出白丹，用白瓷末和猪油涂茶，是黑丹芥，或痒或燥，不及治疗，变身传播，可以引起死亡。用白瓷末和猪油涂茶，汤火灼伤，用青瓷碗片为末，水飞过，和桐油涂茶，或用景德镇瓷器打碎，埋灶内，炭火铺上，一夜取出，去火毒，研末，加黄丹少许涂茶。